我发现了吗？嘿嘿，请不要罚我。他去打蛤蟆了，你再来。他没有惩戒的，让蛤蟆多耗点他的血。一击 A kill， 哎，他闪就跟闪啊，闪现条飞 A 一枪，嘿嘿，完美。这个700血的蛤蟆可以帮他刷了，打得很快，700血这点血的。他复活肯定要去红眼群，他现在复活了，他到红要13秒，我们从这边到这边也是差不多13秒，也就是我们差不多同时到的，但我们不能被发现，我们得绕一下，从这边走。皇子现在也快走到红这个位置了，他应该走到这里了，我们走这里。那他现在如果打红的话，现在已经在打了，先看一眼六级，不过先没打六级，那就在打红。他惩戒没好的，我们惩戒同步的，从未破灭，现在肯定在打红了，没在打红就在打六级或石头。一级 AQ A 挑飞，再帮他把红拿了，哎，舒服。他复活呢，六级石头按理来讲他不敢打，因为他会觉得我还在红野区，他就不敢进，这样他就过来打三郎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。我们直接绕过来，他现在活了，他走到三郎这个位置也是13秒，但我们走到这里，走到这里他差不多走到这个位置他就开始打了，然后他有惩戒的，我们注意抢狼，如果把这个狼也抢到了他就会心态炸裂。现在再打一半，他有惩戒可能刚好打完。一击 AQ JW A 挑飞，然后帮他把狼打了，哎，很合理，很完美。这样他家蓝眼就没有野怪了，他复活就会去六级石头，你们懂的哈。去六级石头呢，我们老规矩啊，他去六级石头也是13秒，我们走过去应该要16-17秒，因为我们要绕一大圈，所以我们过去他可能打完了，这就很难说，尽量吧，希望他没打完，希望他刚好剩一点点血。他有惩戒，我没惩戒，野怪大概率会被他抢到。这就是无脑针对啊，才能说明一切。先瞄眼六级啊，没打，再打石头。哇，我觉得可能打完了，这个点过来有点晚了，我们直接戳吧。哎呀，刚好打完，他打应该快打六级去了，他好像发现我插这个眼了。勇往直前。他打六级，应该打一半。他会不会不敢打呢？一击 AQ GW， 这平 A， 挑飞，救啊救啊救啊！哥，哦，一击 AQ GW， 这平 A， 挑飞啊，舒服，回家出装备。打蛤蟆可能来不及了，那我们就打红，打完红再河蟹等他。打完红再河蟹等他，顺便回个血。他这个时候已经打完蛤蟆了，打完蛤蟆会打蟹，但是我们尽量不要被他看到，在他打蟹之前进这个巢。胜利在呼唤。哎，进了，来了，我们先挂 W 啊，这样他 EQ 我们就能跟上。一上去，完美。11月1号中午11点，抖音准时开播，保姆级繁衍教学，有手就能学会。皇子挂机了啊，游戏结束。队友看到我12分钟把对面二塔都推了，还是一把多兰剑，也是疯狂飙级，叫我回家出装，当然我也是装了一把。怎么回城啊？这牌不时不回城，你们猜最后打到多少钱才回的城？一躲我 W， 大树来了，点燃好像汤姆死，但他以为他死了，嘿嘿嘿。一个大树身上没蓝的。知道我来干嘛的吧？先蓝丢个眼，等他过来。来了，他好像看到我这个眼了吧？还敢打？是觉得我残血了，不敢来抓是吧？无处来支援了，但对面船长也来了，我只能先跑一下，我状态太差了。永恩也来了，这必须得上了，要不然就卖了。钥匙钥匙，闪现跑路。我不能死，才1000，我不想回城。我们在这边等着看情况吧。等他用风，
三级捅他。船长没有一技能也追不上他。回到线上，因为红 buff 的原因，所以现在是满血。这边一捅，残了，他直接回城补给了，满状态出来。现在2600块钱。没蓝了，但身上还有个小饼干。吃小饼干上去打，挂上点了，捅一枪。哎呦，这下没蓝没饼干了，但问题不大，快升级了，够两个技能蓝就够了。一小兵 W 带走，现在3400，永恩又回线了，找到机会就上去捅，他打不过我们。他死了，没闪现的，就算用 E 也是原地等死。现在4200块钱，又被我打残塑造塔墙，一伤就强杀，闪现逃出塔。南昌带着先锋过来了，要跟我一起吃一塔了。现在才9分钟，我自己也能吃掉一塔，但他要过来我也没办法。吃掉一塔，现在5200块。这狐臭恶心我是吗？过来吃下果实，回家状态。臭塔就算了，臭兵什么的，走开。现在5700块钱，这里有个大叔在吃个兔蛤蟆，跟南昌过来包塔，他死了，走不掉了，炸过来，一 A 哥捅他，黑枪挂点了，南昌补一下，我的人捅完美，能不能杀我一次啊？遇不到他，先补车吧，看他会不会打我，他不打我，那回头，怎么的？来调戏一下我。守尸吧，等他过来。散了，不上去。6300块，6300块买个什么英雄呢，兄弟们？队友标记我多难进啊！看我装逼，一剑坏了。打不了队。输入法不让我装逼，很难受。现在13分钟，6800块钱，没回过家，还是跟永恩对线。他好怂啊！对面什么时候能杀我呀？好寂寞。他上了，应该有人。没人吗？逆三级桶点燃，船长大招，感觉要没了。带着7000块钱回城，兄弟们，苏醒了，猎杀时刻。就你杀我的是吧？先杀船长报个仇。现在没有人挡了，对吧？这船长挺弱呀。有啊，现在谁也不怕，我一把多兰剑都谁都不怕。先走位多嘎，还有谁都跟我一起上。下路过来了，大树支持了卢锡安，三个人。无敌了，游戏结束。